所以校长会办他吗？好，要办的举手。不办的举手。还要问我吗？还要，我不办了。都鼓掌，那我也不办。那请问教务长会办吗？会办，还是就是做饭？会办，还是做饭？他校长怕回答错。不是不是，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我那个老二。100公斤重。然后有一次他回来带他一个朋友，然后经过那个大学路跟什么镇南路交界口那边有一家沙巴爷爷，你们现在还不知道，以后你们会知道。然后他就突然讲了一句说，他的卤肉饭很好吃。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一辈子应该把卤肉饭三个字从你的脑袋里面已经除掉了才对，100公斤的人是不能再去想到卤肉饭，那又想到了都会变得更胖，还吃下去，啊，卤肉饭哦，那个非常高热量嘛。所以校长会办他吗？好，要办的举手。不办的举手。还要问我吗？还要，我不办了。好，大家都鼓掌，那我也不办。那请问教务长会办吗？会办，还叫做做饭。